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这个在你读诵大乘经典的时候，有时你自己也会开悟的。什么叫开悟呢？在我们帮助别人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他会有时候不精进了，心里杂了。怎么杂的？哎呀，这样一天好累哟，净帮助别人了，那自己呢，修行好像没得力，应当自己是坐静家修炼去。这一天已经帮助别人了。我曾经在念经的时候，念念好像怪咳嗽了吧，就打盹儿。打盹儿得到一种启示，说你在干什么？菩萨行菩萨道在干什么？不是坐在山里头修行啊，坐山心里帮助什么？咋叫行菩萨道？行菩萨道没有自己了，什么自己修行不修行，持戒不持戒了，精进没有自己了，把你全心全力看一切众生，维护一切众生，牺牲自己利益他人，这才叫行菩萨道。而自己坐那修行，你行什么菩萨道啊？你度谁去啊？谁得到你的好处了？你都山里修行，你自己在那儿供个观想，没人进香，没人能得到你的好处吗？这叫行菩萨道吗？就是准行菩萨道。你没的本事怎么能行啊？说先修炼本事，等我有了本事再去做，这是一种菩萨啊。另一种菩萨，他从发心的时候就没有自己了，就把自己的身心一切都供养给众生了，没有自己了。利益众生是这样利的呀。那些大菩萨行菩萨道，什么叫披甲精进？就是发大誓愿，甲是百千亿劫，咱不说这么多了，一个大千劫，大千劫，大千劫是好多年呢，没法计算。在佛经上这样计算，佛教授我们，人的寿命从十岁开始，过一百年争一岁，过一百年争一岁，争到人的寿命八万四千岁，这叫争劫。过一百年减一岁，过一百年减一岁，减到如果人的寿命的十岁，这一增一减叫一小劫。劫是什么呢？印度话叫劫波，劫波翻译中国话叫时分，时间的时，时分。这个光说劫，把波字撂了，全文应该说劫波。时分在佛经上讲没有长没有短，从什么地方建立呢？从众生心来建立的。佛讲经时候就是一时，没说什么时候，什么时候呢？一时。什么一时呢？因缘契合了，有听的佛就说，有缘的时候，这样一时，因缘契合了，就这个时候，每个法会，因缘成熟了，就是这个时候，这叫时。刚才我讲这个一增一减，这叫小劫。这个时候，他拿计算机算过多少亿万年了，我记不得了。这一个小劫积累到一千个，这叫终劫。
把中劫再积累一千个，叫大劫，叫大劫，一千个大劫，一千个大劫，这个时间咱没法算的，不是咱们的自力。等将来大家读到《华严经》的四界成教，阿僧祇品，阿僧祇品，专讲数字的。那个数字啊，就以我说这个，经过这门算的，这是做一个基础，这是基数，就是一个亿，在这上来算去吧。增长数字，大数有一百多，大概一百二十四个吧。在阿僧祇品说了，那不是凡夫的自力所能达得到的。我们说这个一千劫，一千大劫是作为好长时间呢，一日一夜。现在我们人间的五百年，是天王的一日夜，是天王的一千年，倒立天的日日夜，倒立天的一千年，夜幕天的日日夜，夜幕天的这个一千年，斗率脱天的一日一夜，这样算起来，说天人那个寿命啊，比他们就长得多了。如果你堕地狱的时候，这个地狱的时间跟人间是不一样的了，那个算法是不一样的，他那个是更长了，更长了。这个数字啊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你发了大誓愿了，等于披上盔甲了。随着你这个誓愿去利益众生家，随着寺院利益众生的。那大菩萨为了度一个众生，随着他这个有缘的，就经过地狱好长时间把他度了。他不舍一个众生。像这种普遍的说法，普遍的说法，这种善根，种善根，那普遍的种个因。如果你要一直度他，追逐不舍的，那是大菩萨的愿力。但是菩萨就度这一个众生，不是的了。大家知道，菩萨要化千百亿万身，对众个众生一个化身度他，对那个众生一个化身度他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化现的千手千眼，两个眼睛，两只手，度众生忙不过来，那怎么办？化现一千只手，一千只眼睛，够用吗？一万只眼睛也不够用，十万只也不够用，他能化现无尽的。像地藏菩萨化现的，文殊师利菩萨容易千劫试验，文殊所化现的，地藏菩萨所化现的。文殊菩萨是算一千劫都算不出来，那一天到地藏法会，到佛说地藏经的法会，都不能尽数。化现的多，因为众生多，他化现就多。化现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作意。他心里一作意，就跟着你这个众生度你，那到把你转化了为止。这叫精进。精进是度众生精进而不舍，生生死死度众生。但是视线什么身都不一定了，或者视线比丘尼身、视线比丘身、视线优婆塞身、视线优婆夷身，乃至于视线的飞禽走兽，大菩萨都视线。那个众生堕了，他要度那个众生堕了畜生道了，他也就随着他去化现畜生来度他。文殊师利菩萨化现猪，猪的名字叫百合呀，要专门度那些个猪去了。懂得这个道理了，这就叫精进。我们把精进讲的啊，今天我24小时，我夜不捣蛋，日中一时，我跟你讲，这叫精进了。
这个精进太渺小了，算不上精进的，算精进。精是纯。如果大家修念佛法门，只修念佛法门，我读华严经也是回向极乐世界，读法华经回向，不论我修什么，乃至上殿过堂、吃饭、穿衣服，都是回向极乐世界。那天我说一个，我说上厕所都在回向呢，都是学佛法呢。有人跟我说：“老法师，你说的不对，我们上厕所不是那些个地方很脏的。”我说：“你呀，一念咒就不脏了。”我说：“你都普贤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净恨篇，咱们快讲到了11卷，但大小便时，当愿众善，弃贪嗔痴，捐出罪罚。”你到厕所也在度众生呢，让众生把贪嗔痴都去掉，一举一动起心动念都在度众生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精进，这才叫精进。不过咱们是大概说这些的，这精进度每个十度将来都单讲的，到后文你听那普贤菩萨怎么讲十度，文殊师利菩萨怎么讲十度。文殊师利菩萨叫善财童子53参，十度啊，十度还有53个位子呢，对，差了53参，里头都是十度，能十度，53位菩萨所说的十度都不同，你在信位菩萨怎么行这个十度？世界引进禅，慧方愿力字十度。赶你到一位一位善知识所说的十度都不同。都不同。他一位有一位的行十度的方法，一位有一位行十度的方法。那这究竟成佛了，佛度一切众生是用些个什么善巧方便，那你学不完了。没有数量，十度变成一度了，这叫精进。佛九修行无量劫，禅定大海普清净，故令见者深欢喜，烦恼障垢悉除灭。是讲定啊，六度的禅定度，定度。梵语叫禅诺，印度话叫禅诺。梵的禅诺，这么华严叫静虑，静虑。定的名字太多了，静虑、三昧、观照，都是启发定的。什么叫禅定呢？等词，等是平等。平等什么呢？一切法都平等，一切的咱们所说的一切散乱呢，就是禅定。禅定，我们把它翻成禅定。单说禅就是静虑。禅定的大海，禅大海，让它全部都清净。清净。有功夫的，有禅定功夫，人家见你就生欢喜心。为啥？你烦恼障、业障、一些障垢全消除了，全清净了。我们都会念观世音菩萨的心经。观世音菩萨心经啊，恐怕信佛的弟子没有不会背的。但是能入到心经，体会到心经，懂得心经，那可就少之又少了。心经就是定，就是禅，才静虑，就静虑思维。思维是什么呢？观照，
咱读心经上第一个字就是观，观观是什么呢？是定。说观怎么是定啊？观不是动态吗？观即是定，观就是静虑，静虑就是思维，思维就是禅定。思维什么呀？告诉你了，他用深般若波罗蜜啊，观自在菩萨深般若波罗蜜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人的身体就是五蕴合成的，五蕴合成两个，就是色法跟心法，受想行识是心法，色呢以形形色色的，凡是有相都叫心，色法，就是色心二法。他用深智慧，深智慧就是深般若，深般若是哪来的呢？观呢？就是观来的，是观。他因为修深般若的惯例，达到了，达到什么呢？自在，自在，自在就解脱了，成了佛就是自在了，是吧？你要观呐，你就自在；你不观呐，你不自在，你就在烦恼当中，你怎么会自在得了啊？观嘛，就是你静下来，啊，遇到你，咱不说出世的事儿了。说世间事儿，当你遇到最不幸的时候，你坐着想一想，观一观，回造一下，什么因缘发生这个事儿？因缘所生法是假的，我说即是空。财富失掉了，亲人死了，突然间死亡，离你而去，缘尽了吗？因缘合合法，缘尽还分手，各自寻门走。不过缘成了，大家带块盹儿。那么经常的，这个讲堂，有三四百人呢，四五百人呢，最高的一千人，完了散了。当然，这一年当中，在这个里头的人出去了，也有死的，也有不退的，也有退了道心的，变化很大。咱们每个人去了解。这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小集体，像大者上千上万，说一个国度，说在这个世界六十个人，咱只看见六十个人呢，没看见一个世界，这连个小千世界还不够啊，这只是一个小千世界的四大部洲，60亿、600亿、6000亿、6万亿、60万亿、6000万亿，往前推去吧。无量无量的众生，多得很。我们是光看人呢，要看一些众生。咱能算出这个世界蚂蚁有好多，蚂蚁种类有好多吗？佛当然知道了。苍蝇有好多吗？蟑螂有好多吗？老鼠有好多吗？老鼠比人不晓得多得好多倍，哪儿都有老鼠。您看见过吗？飞禽跟走兽，就是老鼠跟那天空的飞鸟，他们俩做伙伴打伙合作。怎么合作呢？夏天时候，这些飞鸟到各地采集粮食，让老鼠运在老鼠洞里头。夏天为什么采集？冬天飞鸟不能出去了，他采集老鼠洞，这个鸟就落在这个老鼠身上，这个老鼠就把它运到洞里头去，冬天了它就闭关了，飞鸟不能出来了，大雪封山，什么都没有了。那老鼠呢就享受这个飞禽运来的粮食，冬天就在里头大家共同过冬。这个你从印度到西藏到帕里，帕里这个地区山上是6000多公尺高，一年呢就有这么几个月的时间，三个月时间嘛，两个月时间，这个地儿没得雪。那鸟怎么生存呢？那飞禽，那鸟大概体积跟老鼠差不多，老鼠就跟这鸟打伙，
然后老鼠一到这个时候，鸟都飞出四季采集粮食运到洞里头，雪一封山了，老鼠跟那个鸟都这到洞里头去了。那老鼠负责什么呢？给它打洞盖房子，就等于我们盖房子，打洞打得很大的，那鸟都进到老鼠洞里头休息。那夏天嘛，飞鸟就产生，就是鸟鼠同穴啊。我到那儿看到这个，我很奇怪了，啊，子喵同学，这个世间的众生跟众生的合作关系非常的复杂。以前那前母亲看着美国人、欧洲人，200年前，怎么能合作呢？啊，红头发、绿眼睛，眼睛是蓝的。还有你到那个美国去看，红种人叫印第安人。白种人嘛，当时欧洲人，还有非洲人是黑的，我东方的人去了都是黄的，五颜六色。现在呀，哈哈，大家合伙开公司，大家这是不可想，这才就我这个年纪啊，我十几岁这个现象没有呢，啊，现在都变了，你懂得这个道理了，不止人类，一切众生类。飞禽走兽，那菩萨大菩萨都度众生的时候啊，他的惯例都观想到，这叫惯，惯就是禅定。佛是修了无量劫了，时间没法记了，禅定大海普清净，他那心呢才定才成就了。我们因为禅定得坐下来，眼睛啊。三分的睁，七分的闭，六根呢都停歇下来，这叫禅定。这个禅定是小的，换句话说不值钱，不值钱，就是很低级的，天人都有。四禅八定是天的禅定，天不有四禅天吗？初禅天、二禅天、三禅天、四禅天，看你定的功夫如何。这个禅是不取的。华严经是什么定啊？观音菩萨、普贤菩萨、文殊菩萨天天度众生，常在定中。他有时现这个相，有时现老比相，有时现老者相。文殊菩萨在这满山净现老者相。听个老能眠，很脏的，穿的很烂的。你知道他文殊菩萨化身吗？你没有这个慧眼呐，你用不到。不过你有这个慧眼，一看那就是这是文殊菩萨化身，因为他在空中真空所现的都能认识到的，这些叫大定。佛毗卢遮那佛入是定中，可现在千百亿化身的释迦牟尼，咱们这个世界只是千百亿哟，千百亿中的一位，化还归一体啊，是在定中啊。大菩萨的定是在的工作当中，是在定中工作的，他心不散乱，意不颠倒，他能化现无尽的深云。谁要见着谁生欢喜，为啥呢？能见着菩萨的化身，你烦恼就断除了。你要烦恼没有除灭，你怎么见到菩萨的化身呢？见不到，换说没有缘。这是怎么来的呢？是从你清净的心。说为什么净律叫等词？平等一切法，种无量义，持性不舍。无量义就含着一个当中，平等平等。什么平等呢？性，就是咱们最初讲大方广佛华严的大，大理具足的大方广，四体相状，就是这个平等平等，一切众生都具足，一个蚂蚁具足，跟诸佛平等平等。等词，禅定是把一切众生平等印词，这里头含着无量义，持一切法。种无量义等次，这个是什么？是性。
禅定呢是安住不动，这叫禅定。但引发出来智慧，定能生慧，引发出来智慧。这个智慧就是利益一切众生，度一切众生，给一切众生说法，给一切众生解缘，一切众生都生大欢喜。那烦恼障断了，嗯，所知障也断了，对，烦恼断，二障捐除，贪嗔痴都没有了，所以翻译名义很多，各有各的用处。所以张说三摩地就是禅定一种啊，他是特别境界，在母祖境界上他对讲而说这个叫三摩地，但是总说就是禅定。三摩地什么呢？没有散乱心，心不散乱，意不颠倒，就是散业的身口意绝对不会颠倒。在对法论上说，三业同时并用，心里在打主意，口里在说，身体也在做，三业并用啊。你看那个每个技工每个教授，他一边口里在跟你讲，身体也在做示范，他意业必须得到，意业不到讲什么？口是个工具啊，口说的时候得意到啊，意不到口说什么？懂得这个意，懂得这个道理了，说一切法经常的常住不变，佛的三业常住不变，身口意三业怎么为什么不变呢？常在定中，能且常在定，你懂得这个义理了，你如果看楞伽经看圆觉经，那上的说的就非常的圆满，非常的圆满。每个经华严经是总摄的总筹入的，这时候你伴有立生的四心，一切众生见你啊生大欢喜心，他得到法乐的乐，法乐闻法的欢乐跟你世间的欢乐完全不一样的，两回事儿，两条道，两条的车路。你往太原去，我往石家庄去，这两条路绝对不能走到一线上去，走到一线上去走错了。要从咱们中国的环境总环境说，管得你走到哪儿去呢，反正你没离开中国的国界，就这么个含义，这么个含义，就是你始终离开定，离开定，这是定的体了，定的体了，它的用呢，它的相呢，一般的我们说，定，这入定了，就是坐着或者是倒着，但是有些个看见人死亡了，实际他入定了，释迦牟尼佛涅槃，他达到不生不灭了。你看见他是死了，是你看，你看，你看佛入灭了。实际上佛还在灵鹫山说《法华经》呢，现在还在说《法华经》呢。释迦牟尼佛化身还在菩提上说《华严经》呢，《华严经》永远不散。法会经永远不散，其他的法会嘛，有缘就现了，无缘就散了。法华经、华严经永远的都是有缘的，都不散。为什么我们到那儿去了？山上果然像五台山就是石头啊，对，你看见别的了？一万菩萨摇清凉，就是戴乐顶，每天都有一万菩萨。